怎么去拥抱那失去的美好。真的没关系吗？我不会让自己吃亏的，再说只要我不说出喜欢，任务也不算完成。什么任务啊？什么故事线？初七，你到底为什么不能跟我在一起啊？顾总，你听错了。初七，你要是不想说的话，我也不逼你。行，那就先这样吧，你走吧。顾夜辰，你是真的想知道吗？初七，关于你和我所有的事情我都想知道。好，我全部告诉你。十七，你也叫上陆行止吧，他也有权知道。你是说你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而我们不过是你笔下的角色而已。我虽然是个创造者，但我也是个外来者。一旦我和这个世界任何一个人恋爱，就会从这个世界消失，回到原本的世界。所以你能明白吗？顾夜辰。